即刻咧要介绍咧，就系我哋今晚嘅压轴表演嘉宾。没错，他也是一位华人之光。我们今天讲融合，他就是一个完全能够融合到西方歌剧、西方的所有的好的舞台剧当中的一位非常优秀的歌唱家。冇错，男高音歌唱家张亚林咧将会为我哋表演。咁佢咧亦都系获奖无数，亦都真系学你话咧系融合咗嘅吓。一个中国人能够去到外地攞好多奖学金，赢好多奖项，亦都创下呢个纪录咧，就系唯一一个华人喺欧洲啊！如果我冇记错，系连续唱歌剧唱204场嘅。大家给点掌声好吗？一个华人在欧洲的舞台上不停地演唱他们意大利语、法语、英语的歌剧，但是被他们认同，被他们佩服。让我们有请张亚林。
谢谢谢谢张爱玲，贾玲听到这儿了，我也不能放过您，不容易，不容易。作为一个华人，要在欧洲用意大利语唱他们的歌剧，刚开始难吗？我觉得很难，不是干，不是一般的，非常难。大家听到这句话，很难很难。谢谢谢谢。但是最后，他们服你吗？自豪的可以说。自豪的说服了。服了。最后所有人他们都服了。服了。服了。我觉得你长得不像中国人。大家看这脸长得像欧洲人多一点吧。我整不容。真的。没有。没有。其实一个华人黑头发黑眼睛。站在欧洲的舞台上唱着 Turandot， 唱着今夜无人入睡，后边全是金发碧眼的在给你伴唱，对，爽吗？爽，自豪。我们说这种叫融合，把你变成他，让他接受你，这才是我们想要的。是的。刚才我们提到了 Turandot， 刚才我们提到了今夜无人入睡，这个歌要不再给我们唱一遍？应观众的要求是要。好吗？但是我今天可以说尽我最大的努力，因为我刚刚昨天晚上刚从欧洲回来，对，还有一点时差，是，但是如果大家听得不过瘾的话呢，我外边还有新 DVD 什么从欧洲带来我一会儿给您签名。我这儿跟大家报告一下，四海同声今天演出，昨天是彩排，昨天呢Mario 的飞机是晚上6:30到，他饭也没有吃，8点就到了彩排现场，这就是为什么他能让欧洲人服的原因。谢谢谢谢。那我把舞台交给你，我们今夜无人入睡。咱看看我唱完了有没有人回家睡觉哈。好，交给您。谢谢。Yeah.